系，可以出来。还有没有发出来？还有我正着。对，那石木鱼柱，鱼吃的，对。今天要750一包，要750，一小包而已。十片啊？十片。十片，好像没有很大份呢。接招！五百块。好。虾子够下来，8块。谁呀？我想要虾子也来500块了。谁要500？五百。来，华华早安。大夹。嗯，大夹，老子。有够人来无？谁呀？谁呀？拢有啊？我没呀，一
女儿的那个两盒五百，再大一点的一盒三百。我们要。好，大马九，我再去拿好不好？来，这个先来。黄姐早安啊！中午好。来，我还没抹啦，没有问而已。抹啦，五百万了。阿龙杯啊，大价五百，大价五百。可以，五百块。来，可以呀，来前面一个。做两百个鲑鱼，感谢金星，谢谢哦。耽误鲑鱼啊！来，三只五百块，行不行？五烧饭，这样别磨了嘴。乌鱼没有，哦，乌鱼没有。我来买哦，五烧饭的。阿宋，香鱼帮我留三箱哦。2, 早安。好啦。有啊，一只三百五，三只一千块。来。啊，补双半无人来喝。你要吗？不要了哦。各位前面来。石木鱼。刘元利，早安。石木鱼怎么卖？卡拉鸡哦，他算一千块，卡拉鸡。啊，八个，八个，不过不用八个，对啊，三十一百。小姐，两盒虾。北青安老板，北青安老板，先生，北青安老板，这种的哟，哎，这种的四只五百。啊，大只的一尾六百，算伊四块五百块，一千五百，五百，好，够人要卖鱼无？四千五百，算伊啊，够四块来，还够人要卖鱼无？中国哦，好，来仁和早安，还够吃咩来？黑银卖三百，黑银啊，黑银。哇哇！哇！哇！来，我来五百块来，三只五百，四只五百，三五百块。三只五百。哎，厉害不？什么鱼啊？五仔鱼。天天还没吃早餐呢，然后要外送来给我嘛。
早餐还没吃，目前是呈现饿肚子状态。好了，啊，把这边打死，差不多了，没得换。礼拜四，每个礼拜四都有。对，五百，啊，大家拢安尼啊，大家拢安尼，就头先骨架就无卡无买，你去等等。开始嘞。哎，你再来。啊，你嘞。那大概几点才会结束？不一定。好了，几点？好了，几丝木鱼有两包的，丝木鱼肚子有两包的，好。小莲早，俊雄早安，甜没有？冰 PS 早。甜甜，小花甜的哪位？对啊。甜是最甜的，最甜的也吃酷辣，酷辣鸡腿嘛。哎，阿弟哦，微辣这辣味，辣味的是小花甜甜。我给我黑柠檬。黑柠檬鸡腿啊？对，三包。哦。哎，是几块鸡腿？啊。三百块。青红沙巴鱼捞冷包，焦哟，黄鱼啊，那位，黄鱼三只五百块。好，师弟，你的丝木鱼第六了哈。什么脚？三百块？你要装一脚？三百。个人系无差我卡。我卡咧三百。师长，三百啊。帅哥。哎。两份啊。对。这个。不是的嘛。这是所谓要想上台啦，我。上恩，你要虾跟章鱼脚。上恩，你要你虾子要河虾还是水冰虾？这是种吗？你们给我大粒的，给我大粒的，包一千块。啊，这个这是这个一包八百块呢。啊，别你们三百块哦。哦，三百。不要紧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要三百块。
有啊有啊。有人要虾仁无？三百块虾仁啊？三百虾仁，三百块有人来无？好来咯，我买虾啊。虾也好啦，地道。啊？地道只？地道啦。地道。地道无啦。无啊。好。有啦，两包。好。啊，这只啊，迄不是哦。哎，这不是。这不是好，我先来收了。我叫哦，你要这样子的哟。嗯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帮你留。来，虾仔留五百。这虾仔先提不着，我先提。我大约讲要六十尾，还袂得提有六十，提六十，我今日无得，嘛无得尾，遐济。他老结婚。好，上恩都帮你留了，鱿鱼花油。章鱼脚帮你留了。我啊，要从家乡来来，你也讲，想包一下。身份处早安哦。帮我多装一个袋子好不好？好，多装一个袋子啊！喂，黄姨啊！哦，黄姨。
这大只七八啊！我只只斤半重的，你不食黄鱼？什么泥头黄鱼哦？我话这种大小鱼啊，拢不贵。你不食黄鱼的大只？哦，而且现在想买一尾，我现在一尾螃蟹才300，你三尾搞百，500块就食黄鱼。这什么黄鱼吧？大只的，小的，还买不起，只三只。一只斤买五角钱 ，Iron Man。快到了，黄鱼吧，我被整掉了。你这在应该不会错的。小姐，那个是鲨鱼吗？不是，那个不是鲨鱼，鲨鱼呢？那个鲨鱼对啊，鲨鱼肉。鲨鱼呢？下来，下来。没有，那是鲨鱼肉了。你买了？不用，我要买鲨鱼。鲨鱼要几袋？一袋100块呢。买3块。哦，买3块给沙爹哦。花枝丸，花枝丸，我可以。花枝丸，我敲没？把你敲破了。还有那个鱿鱼花。好。冰岛饮料。那个是剩下的是250，你要吗？一只100块，一只100块过来。